十九题说，水蜜桃姐姐打开洋芋片，发现洋芋片只有一点点，其他都是一些气体。为了常态知道说灌气的目的是为了保持食品的新鲜，他问我们说我们通过的是哪一种气体？我们上课教过了，我们通常食品会来充氮气来保鲜。充氮气的原因是，第一，因为氮气本身活性很低，不太会产生作用，而同时呢，氮气也本身也没有什么毒性，碰到它也不会受到什么伤害，而且氮气是空气里的本来的成分，它打开它散到空气当中也不会造成空气管的问题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这些食品是来充氮保鲜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的答案就选择的是 C， 我们填充的是氮气。